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空花子。今天呢，我找了一个国小生 S 牌哦，又有蓝标邀请我。今天我要跟他单挑一下，我看他技术有没有比我烂，看他蓝标是不是白拿了哦。三战两胜，来，我来问他一下哈。弟弟啊，如果等一下你输的话哈，你要不要做个赌注一下？什么赌注？你要不要跳舞一下？啊，会打满赛克吗？没有，你那么没有信心是吗？你 S 牌又蓝标你会怕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来，我们开始喽。好，三战两胜输的跳舞好不好？好，不用害羞，不用害羞，弟弟，我会教你登短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脸红了，来，让我看看。不要啦，让我看看。不要。OK 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嘛，弟弟啊，你会不会说我欺负你啊？会，会哦。我要怎么欺负你？哟，你脸红了，来让我看看。不要了，过来。那我先给你一朵花好不好？你看起来很勇嘛，弟弟。拜托，我超勇。你多勇嘛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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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犯规哦！没有，我没有。你给我跑过来是怎样？我回家一下，我让你一下好不好？先给你吃冰，我让你。弟弟，可以。你有没有偷交女朋友？我母胎单身。关我屁事哦！转移你的注意力好不好？哦，来啊！没有啦，哎呦，你现在是不是在瞧不起我了？没有啊，我不会瞧不起啊。你是不是就在瞧不起我吗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对。好，那你现在过来中间嘛。偷打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这国小生你搞什么？你欺负我？你网络霸凌我是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对啊。三战两胜呢？看来第一回合我要赢了，对不对？没吧。过来啊！过来，弟弟，你女朋友你会交不到女朋友，你赢我会交不到哦。我母胎单身没有关系。过来啊！哪有吃包的啊？有啦，我就是这么这么险恶。过来啊！不要跑！不要跑妹！弟弟，你太夸张了。你觉得你很勇是吗？对。那你让我看看。掏出来我看，那我看不要，来嘛，最后单挑嘛，靠靠，可以猜了吗？好，第一回合你赢嘛，好不好，弟弟 ？Round two， 当实况组还打这样子，凶一点嘛，好不好？还要更凶哦？对啊，不然我们来单挑个牛魔王好不好？敢不敢啊？来啦，来牛魔王单挑啦，林北全服第一牛魔王，信不信啊？我不信，我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实况组会骗人吗？不会吧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，对不对，弟弟？以后交女朋友跟我讲哦，让我看看。来啦，单挑啦，你在哪里啦？出来面对啊。来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草丛。出来啊。怎样啦？
欠撞是不是啊？你伤害怎么那么低啊？会不会玩？我没有被奥义啊。你好弱哦。抱歉哟。来啊，我们都不要动，来这样互打，看谁赢，好不好？好。干什么、欸？我身体自己跑过去吃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哦，什么？怎么那么痛啊？哦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哦，我们要打完。男人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哦，我是处女。你处女？哦，屁事哦，哦。干什么啦？我躲起来了，你找不到我了。好，找到吗？没有，没有什么啦。你那边一直偷拆塔，你想怎样？我不偷拆塔的概念。过来啊，过来、啊，中间单挑嘛，好不好？哎、哦、哎、欸欸，怎样？我怎样啊？没有。不能跑、哦！来吧，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！哦，我没有蓝呢。哼，干什么？会不会玩呐、啊？你会不会玩？我被霸凌了。哦，你被霸凌了，欠霸凌了，小朋友，没事啊。那你带治愈的啦。哦，犯规。啊！等一下你又要开斩杀把我砍掉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好、，OK 啦，你觉得很好笑是吗？推嘛，你推，结束。好啊，不然弟弟你现在赢了嘛？你觉得要有什么惩罚吗？有什么惩罚？对啊，你不是都干过了吗？对啊。好，我一个惩罚给你啊，不然你。你一定输给我了，你想不到你输，换我来惩罚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现在去看我的 YouTube 影片，全部看100遍。好，拜拜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在看我的影片？有啊，我。我最新那一部是什么？我现在查一下。他妈的，太夸张了，各位观众，拜拜。